香港政府成日話要做呢個快餐車嘛，睇下澳洲嘅快餐車係點。睇我後面呢一架，呢啲先係有特色嘅快餐車嘛。如果香港想好似去呢架咁樣整咧，我諗要做紅 van 啊、綠 van 啊嗰啲嚟改做快餐車，大家就會好啱 feel 啊！即刻。